大家，我是佩尔。距离上一次跟大家报告进度已经过去好几天了。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打地的情况。那我现在是视力值在7046，就是算很低的视力值了。在这个时间应该要破到10000以上了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的没有征兵，我们的君王殿呢还在7级，因为本来想说爆仓可以，你知道，就是直接上8，结果发现那个仓库的空间还不足，所以很遗憾的没有上到8本。好，那没关系，反正我们就是一个。小休闲的玩家，喜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现在最多只能打到6D。我现在的阵容配置是这样，就是还是跟前期开荒是一样的队伍。没办法，因为有君王殿卡在七本嘛，因为上7本主要是为了开那个军营，对，他cost是没有增加比较多的，要上到8、9本啊。这一季才有增加cost，这一季有认真打地的，可是那个地还是真的很少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找一块6D，根本就找不到。应该不要说6D，我光是找一块五帝都很难，我们洛州吼真的是也是一个学问。像我洛州就不应该落在河北这种地方，这人真的是太多了，应该要到西凉、山东吧，也是人比较少，那你就资源可以吃的比较多。你就在这种热门州，真的就是。没有很好的，就你不是那种大客长，你就是很吃亏。还有这一季嘛，有一个问题是它的那个特殊地形变得很多，所以其实这些本来是可以有一些，就是有可以本来可以占的资源地，打劫可以占的资源地，现在都被这些特殊。地形给覆盖住了，导致更难的去打地。刚刚说到就是地吃不够的问题，那资源上不去。看现在其实应该要开始盖分层了，但是你看我这边就我现在很。悲惨，你知道吧？我现在6级地就这一块，还有哪一块？家门口的这一块石头，其他7地看起来很棒，但是我打不动 ，OK， 很惨。就是刚刚说到的嘛，现在连抢一块5地都有困难啊，所以刚刚二哈。传了一个坐标给我，这也蛮多的5D的哦！天哪，终于你知道现在要吃一块5D多难吗？对，因为他们有一些区域的资源周，他们就会开始放地了。好，先不讲地的问题，很悲惨之外，我们战况也很可怜。你看白马打最凶，但白马已经被打爆了。没有铁血军团就是打架的敌盟，他们城都已经进来这里了，这整片都是敌军的。这个大将军意志开头的就是我们算
同算盟友，因为他都是在河北。你看到码头这边也被打爆了，这个整闭城了，真的是 BBQ 了啊！真的好惨。说那边呢？说那边的高堂这里也，高堂这边也在爆炸。然后宰相已经被俘了，这边高堂这里那个也被他们打下来。啊，所以到后期肯定是一堆人会落飞，这没跑掉。然后上洛啊，西城这边已经打得很凶。那就是在防守西城。啊，不是说防守，好像已经是不是也已经打进去了？好，这个我就这个地方就是我这种休闲玩家最近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被打，但是我可以很确定跟你说，河北的白马跟高堂真的是已经被打下来了。好，刚刚讲完了很可怜的战况之外呢，我们回到游戏的本身。那大家记得去购买封赏的，他要倒数一天后才能买，那就看你要哪一本散记，他能够提高一阶级的事性，没错。那再来就是呢，官方觉得储值一次不够，还要叫你储值第二次，所以现在 1.5 周年又有一个双倍储值的活动。那没错，我们就是给他买下去了。抽卡的影片呢，再跟大家再拍给大家看。哦天啊，我真的是要穷死了！牌子游戏的，还真的好花钱。没关系，就帮大家试试水，对吧？然后我看一下有什么。我们讲一下卡包的部分。哦，对，还有这个双倍的，只有到7月10号，反正就是过了7月10号就没了。OK， 这个双倍卡包就是消失了。那我看一下，卡包部分哦，这还在哦。S2 的赛季名将，还有 S3 的赛季名将，这就是。复刻版嘛，我记得这两包，我是看阿莫和阿万都有看，对，都有看他们直播，我看他们抽的真的是天哪，他们那是几万金珠啊，5-6万金珠去抽，应该还是不止。哇，我记得阿万抽了一堆。你知道抽了一堆成群，对，成群结队。我跟你说，这卡包超可怕的，会让你有成群结队。And 这是万马奔腾，真的是万马奔腾。我记得他抽了，而且他抽了八，今天抽了8只还是5只，然后觉得天哪。那这卡包很明显就主要在抽这前4位名将，可以跟大家炫耀一下，这算炫耀吧？除了张辽我没有的，
之外呢，这那个司马、庞统、香香我都有，嗯，难得可以炫耀一下的事情。好了，再来是S3 的这个复刻卡包啊，这个就是也是在抽之前试制，假许好糟哇！但这一包也是，这一包也是一堆人抽到这个，例如还有文姬，哎呀，反正我看到那个几率，我就觉得这个好像连试水都不用试了，就是那你要看这水深不深，你那你就先去看别人跳下去的样子，嗯。那所以没有啦，就是因为看到了，你知道那5-6万的金珠都打水漂了，而且这个卡包这卡包好像除了卤素，其他我好像都还好欸，好糟也，我知道他可以拆那个一个还不错的战法，但我也没有玩骑兵队，所以还好。那这一个呢，我其实蛮想抽的，但我的目标不是，但我的目标是谁，知道吗？居然不会是周瑜，也不是陆逊。我目标真的很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的愿望，官方工程师说都不帮我实现。那我可以不要关羽，不要陆逊，不要 SP 周瑜，我就是想要一个白马一冲。我这人真的不贪心，愿望就是这么的，微小，有点卑微。